这碗面，吃完一次你想第二次，吃完第二次你这辈子你都忘不了，你就合计着，哎妈，赶紧就吃燕子家碗面，嘎香嘎香的，老香了。这个是那个辣的辣椒啊，是那辣的辣椒，这辣椒很辣。妈呀，怎么快两个都是辣的？怎么都是特别辣的辣椒呢？这味道嘎嘎好。哎呀，刘宇，你给我放辣椒，放辣椒放多了。嗯，好吃。学吧，老铁们，学了不后悔呀。